下面我们开始修改内容，声望大，这是文本，我们要修改内容，恭喜发财，进行修改，马上就过去了。下面我们开始用我们这个夹具来的，先对焦，这个对焦就要下一点了，我们的行程还是很高。这台机器一样的也是可以装家具的，自动带伸缩杆。对焦完了，我们开始红光，看红光来了，恭喜发财。我们开始打雕刻，完全不用显示或者不用键盘，全部可以实现。再看一下，去进一点。效果什么都是一样的。